180万自己种花整美食。呢件有花花嘅甜品唔单止闻落有花香味，食落肚仲好好味添。不过要出去买花嚟整，好麻烦啫。屋企豆腐蕊咁细，自己种又难。想喺屋企种花种菜整嘢食，不如谂下呢个温室箱啦。佢由电脑控制温度同湿度，仲有循环系统供给养分，确保啲花花菜菜健康生长。成个亚洲得日本先至有咋，今次趁住美食展引入香港。佢系因为佢成个室咧系无菌啊，同埋无尘啊嘅状态，都冇用农药嘅。呢啲花除咗佢本身可以食之外咧，佢仲可以应用喺好多唔同嘅料理上面啦，同埋可以做一啲甜品啊，可以酿一啲酒。有咗呢部機，咁我咪可以喺屋企整花花料理咯。不過，佢嗰個售價咧，其實係大約180万港币。咁貴，我都係買花翻嚟算啦。或者趁住美食展最後兩日，買多啲平嘢食好過啦。